分的读者你们好啊，欢迎来到牛头角 Moriwaki 的陈列室。其实 Moriwaki 这个牌子已经有40年历史的了，在日本其中一个很有名气的牌子来的。直至现在 Moriwaki 仍然很坚持产品的质素，尤其是他们推出的排气管手工还非常之好，而他们还会确保排气管有效加强电单车性能才会推出市场的。Honda NC750 用的，而这个就是给 Kawasaki 的 EZ300 用的，而这个就是给 Honda PCX150 用的排气管，而这个就是 Honda 的 NM4，这个是 MSX125 用的排气管，一共都有四个款式给你们选择。大家可能不知道 PK 胶其实是由 Moriwaki 发明的。我桌上这些就是 Moriwaki 的精品，而这个就是 Moriwaki 的解油盖，而这架就是加藤大智郎的二冲迷你战车，专门给小朋友从小开始培养赛车习惯的战车来的。而大家看的这架就是 Honda 的 MSX125 的赛道版战车来的。而这架车就改用了 Moriwaki 赛车版的脚踏和 Moriwaki 的排气管的。这架车就没有车头灯、指挥灯、导后镜和尾牌的。